哎，他累死我了，快快给我瓶水喝。就会想起一个，哎，这么点东西，不是我昨天晚上我没休息好，就是太累了。那谁让你不早点睡还熬夜的呀？这不，昨天晚上想你想的睡不着吗？你少来，我看你就是缺乏锻炼。不是，算了吧，这大热天的，你看我锻炼啥呀？走，咱俩一起去商场去吹吹空调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可是有八块腹肌，你看才几个月你就成这样了。是哈、啊嗯，那个，要不然我带你去体育场锻炼，我给你当私教怎么样？私教啊？来吧，先跑上石桥热热身。不是，你看哈、啊，你看这一个个都塞得黑黢黢的，你看累得那大满头大汗了，要不然算了吧，我换个其他项目，换一个轻松点的行吗？嗯，本来还打算你跑一圈，我还有奖励呢。这样的话，奖励是吧？你的意思是我跑一圈，奖励亲我一下吗？不是，不是流氓啊！你这是贼心不死啊！你不看看就你这体质啊，你他还追我姐，能追得上吗？不是我体能怎么了？我体能特别棒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咱俩比比，你信不信我肯定比你厉害。行，来有比啊，来姐，做裁判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小舅子还我和你姐，听见没？我要是赢了，你离我姐远点，听见没有？行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来姐，做裁判，走。你不行、啊，你不行、啊，等着吧，你等着。三二一，开始！来呀，你连我屁股都对不上，来呀！哎，我一来老掉线儿，还有他。